李可染，废话三千。李可染从小喜爱画画，十岁入学，老师见他聪慧好学，称赞他孺子可教，素质可染，素给他取名可染。从小作画，可染先生一称作品浩如烟海。他还有一方印章是废话三千。据夫人回忆，晚年他们家常常不用买手纸，因为可染先生的废话堆积成山。可染先生说自己是苦学派，是白发血统，作画没有太多大道理，就是大量的练习，是顿悟，是千虑易得。他喜欢画牛，也正是因为他崇尚牛的耕耘精神，牛的耐劳坚韧，就像蒲松龄的自勉莲一样。有志者事竟成，破釜沉舟，百二秦关终归楚，苦心人天不负，卧薪尝胆，三千越甲可吞吴。上的道理最显浅，但也最激励人心。艺术来不得半点虚假，设计要决断，初画没有精炼，错断也没关系，要有胆量，却怕犹豫，用心画不怕画坏。李可染自称废话三千，终成一代大师，意思是要说明自己练习绘画是十分勤奋的，练过的废纸都成千上万，也是在说绘画是要靠勤奋努力的练习，技巧是要大量积累的，才会由量变引起质变，最终才能获得成功。怕画坏是懒惰的表现。李可染先生的艺术成就也许来源于千万种原因，而我认为最重要的便是他一生作画的热情。正如他本人曾说，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，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。